报仇。屈原，我要杀了你，都是因为你，苍云才至今下落不明，这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哎，算了，孟愁，算了，让他走吧。屈原，苍云的事我绝对不会就这样算了。你再这样胡搅蛮缠，别怪我跟你不客气。不客气？你无非就是把我杀了，还能把我怎样？屈原，你逼得苍云不辞而别，我本来也不想活了。喂，那个苍云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只不过是个赌徒罢了。你胡说！胡说？苍云在全县赌钱，我们亲眼所见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